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了美国一件事儿，结果还惹了很多麻烦。有人说司马南你很八卦呀，也有人说司马南你无聊啊，有人说司马南你对别人很不宽容啊，还有人说司马南在性别的问题上你老糊涂了，说什么的都有。说啥了？人家法国国庆，美国派去俩大官，还包括四星上将。从照片上看，主要的问题是你搞不清他是男的是女的。美国呀，各个方面都先进，先进到你要搞清是男是女，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你是法国国庆日，法国又那么要脸，法国自尊心那么强，法国人对自己的法国文化又那么有极大的文化自信。好，你派俩美国高官，还穿制服，光着个小腿，抹着红嘴唇，男的把自己弄成女的，女的把自己弄成男的，然后呢，男的女的把自己弄成，你搞不清是男是女的。而且他穿着美国四星上将制服，你这他就滑稽不滑稽？我承认，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表情有点怪，因为我心里有点抽抽，我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说。主要是认识有个问题，我还认识不到美国民主党的那些这个政客们，他们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就是捍卫美国多元文化价值。一个人是男是女，他的身体是男是女，这是生物学特征。但是人家说了，社会学性征取决于他的心理感觉，也就是说自定义男性或自定义女性。我是男的，但人家心里就觉得人家是女的，那就是女的。一个女的过去是大姐大，现在要当大哥大，那怎么办？那他就是男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种事儿它复杂呀。比方说在美国有个新泽西州，这种人呢一律叫跨性别女性或跨性别男性。有一个跨性别女性，她是男的，他自己认为自己人家是女的吗？好家伙，他就变成女的了。女性戴米米诺啊，这名字多女性啊。然后呢，服刑的时候，监狱也得按这套来。那美国政治正确吗？一个老爷们儿胡子拉碴的，喉结那么重，说话低音，男低音。好，人家自定义是女的，所以就被关进了女生监狱。那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可以想象了，是吧？你再没想象力，你能想出来了吧？出事了。出啥事了？服刑期间让两个跟他一起的女囚犯怀孕了。隔壁王奶奶说，过去也有人要男的要变成女的，或者变成不男不女的。中国历史上有些太监不就这样吗？从小就跟你做一个小手术，就跟过去的兽医在村里面敲猪一样。对不起，我这话说的不雅，但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让你失去男性激素的荷尔蒙激素的分泌，然后让你的声音变高，阳性特征呢渐渐隐去，然后变成了不男不女。据说这样的人呢就失去了某种欲望，这样在皇上身边就比较太平。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电视剧，还包括很多书籍介绍，这样的人他缺少了某方面行动力，没法行动了，但是呢他却心里有可能有一种压抑而生成的心理上的变态反应。这故事很多了，我们就不说了。那现在他说我是男的，现在我要变成女的，然后就给关到女性监狱，那不出这事儿才怪呀。那出了事儿怎么办？出了事儿，说到这儿我都不知道该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加引号的女字旁的他，现在已经被转移到另一间男子监狱去了。那故事又开始了，他现在那个样啊，走起路来一波三折。以前我做主持人的时候采访过一个叫王丽丽的女性，她原来叫王什么君，后来呢就做个手术然后变成女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弄得我眼花缭乱，你知道吗？男的就是男的嘛，老爷们，嘿，女的就女的嘛，坐在那儿娉娉婷婷的，不坐到面前往前坐，她坐在我面前，那不停的这样，老是这样的。我说女的你放不着老这样啊，她弄得我眼花缭乱。你别说，还真的弄得你心里波澜起伏的。男的那把自己变成女的这事儿啊，很多人有兴趣知道这个男的或者这女的怎么进监狱的。因为他把他的养父给杀害。美国的家庭啊，这个说起来，反正中国现在也是家庭变化很多。他把自己养父给杀了，拿刀就给剁，这够勇的，判30年。到监狱里又变成这种故事。这件事儿我说了说，我只是表示我们思想的，我们思想改造有个过程，我们适应美国的这种呢关于性别问题上的这种多元的文化价值，我们有个过程。我们改革开放还在路上，我们现在一下子还认识不到美国那高度，美国变性人宣誓四星上将成为美国最高跨性别的官员，这种新闻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心里有一种抽抽的感觉。我甚至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想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或者不男不女的，这你随便的个人私密的事情，遗传基因或者我后天习得的文化习惯，我就不想当男的了。
那保不齐我在我们胡同里可能率先成为我们胡同里第一个老头变成老太太，咪哆哆哆发咪瑞，老头变成老太太，我说不定我在我们北京市东城区老鼓巷里面变成第一个由老头变成了老太太。如果我愿意，我私密你管着吗？那你确实管不着。尽管在生活当中，隔壁王奶奶会说：“那你进哪个厕所啊？”北京市东城区的老鼓巷八号旁边的确有个厕所。你进男厕所，进女厕所，你进男厕所吧。胡同老刘怎么看你啊？你男的女的呀？把自己弄成这样，你干嘛进男厕所呀？还有进了男厕所，我如果做事情的时候，我是站着作业还是蹲着作业啊？这都是问题。你要进女厕所，隔壁王奶奶说：“出去，我看你那么别扭啊。”原来是老头喉结很重，早晨起来还练男低音，现在进女厕所，保不齐我们的胡同里有厉害的老太太还骂你臭流氓的。充分说明中国很多老百姓和司马南一样，就是认识上不去。好了，现在我们拉齐了，认识上去了，这件事情上我们统一到美国民主党关于跨性别的这种的多元文化价值上面去了，我们想通了。想通的标志就是这事儿不纠结了，我心里抽搐的感觉也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我不懂，我就不能理解拜登政府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弄成一个四星上将啊。美国那里边适合提四星上将的人多的是啊，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独独是他？为什么只能是他？您瞧啊，头发都没了，涂着红嘴唇啊，然后那小光腿上面还有汗毛，您这不是看得别人毛骨悚然？亏了那个法国国庆日那上面那么多人，那突然间接了这么一个人，您是看他还是不看他？您看一眼之后心里发毛，您打交道能自然吗？在美国这涉及政治正确，如果你表情你看他不自然，你不能像拜登一样看着他那么自然，那就是你有政治问题。拜登咱就更学不了了，拜登老先生空气跟着空气握手，见到这个尹锡悦然后愣把他叫文在寅，见到自己的副总统把他叫总统，这一点都不奇怪。拜登先生境界更是我们达不到的。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变性人呢宣誓就任四星上将，作为民主党执政的一个格外强调的政治正确，这件事儿您说有没有炒作的成分？你变性没问题，但变性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提倡，就偏偏把它弄得 superstar， 把这个变性人弄成一个才华 star， 变成正义 star， 把它弄成一个引领社会时尚。我这种人呢，我刚才说了，我们胡同里可能变成第一个老头变成老太太的，我是那么一说，我的定力打死我也不变成老太太。当然了，我现在到我这岁数基本上就是不男不女了，你懂的。郭德纲说到这句的时候下边应该是一片咦，可是毕竟像我这种人有定力。现在很多孩子模仿力极强，最近美国又发生一个事儿，一个小女孩十几岁的时候，14岁，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自己呢乳房切除了，通过男性激素注射让自己呢肌肉强健起来，肌肉收缩力增强，然后自己变成一个小爷们儿。可是没两年后悔了，这件事成了美国新闻。一个14岁的孩子他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性别，可是今后呢不知道呀。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剧组里有个小孩啊，一个小孩年轻的，我们的演员副导演脖子上绣了一个很好看的东西，身上纹身。我说你什么时候纹的呀？他就说：“哎呀，小时候不懂事儿，也不懂，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带一辈子。连纹身这种事情，他都自己做了以后会后悔。那么改变自己的性别，而且往往是不可逆的。乳房切除了，还能在你弄硅胶、弄什么水袋都没有办法，跟原来的乳房相比，知道吗？是不可逆的。所以你这种变性的文化泛滥成灾，表面上是给你自由，实际上是在孩子模仿力很强，还没有定力，还不能决定自己终生到底是男是女，是当爹还是当妈，这个时候你让他做了选择，那岂不是很可笑吗？但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跨性别的四星上将出现则是另外一层意思。63岁的雷切尔·莱文宣誓成为美国的这个四星上将，那是民主党争取选票的一种方式，因为他这种选票就让那些呢有心变成男的或有心变成女的一些人，好一看都能当四星上将，干脆我也切吧切吧剁吧剁吧，我也要变成的我的对立面。所以美国的事儿啊，说起来真的还真是不是很好理解。这个四星上将自己呢倒是对自己的事儿认识很清楚，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一把年纪了。他说美国出现变性人的四星上将是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他说随着我们创造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包容的未来，今天我希望任命是一个突破，
而且我希望未来在美国四星上将当中有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变性人。我没在现场，我要在现场，我当即就给他拍巴掌，希望美国四星上将、三星上将里边、五星上将里边全都是变性人，那才好呢。那一顺水出来以后，有整齐划一之美。有个事儿跟各位说呀，尽管美国拜登政府他们的民主党的这种理念、多元文化价值，他们对变性人格外的宽容，并且呢提倡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极度包容，对自然进化的两性他们的理论非常深刻，说这边是男性，这边是女性，这两个极端，但是呢中间有一个庞大的灰度地带，所以呢你可能偏女性，可能偏男性，你可能正好在中间，又男又女，不男不女。所以美国的多元文化呢就强调说，对这些人要给予特别的尊重，要保证他们的权利，甚至保证他们今天是女的，明天我想变男的，变成男的我再变成女的，可以允许的。这事儿呢，有些人像莱文这样的，他说我就公开，我就是，而且出席会议的时候我就穿着四星上将的军服，这个样子让你们看，我敢公开变性身份。在美国还有一些人，他自己呢把自己变性当成个私密的事情，不敢公开。现在人家在做的工作是要所有的已经变性的人或想变性的人都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们说这是美国朝着民主平等自由方向迈出的一步，美国在这方面呢也做了我们的榜样。大家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像美国这样学习呢？也许我站着说话或者坐着说话不嫌腰疼，也许真的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为自己的性别困惑。现在当着人艺副院长的冯远征在冯小刚的电影里边演了一个角色，跟这个葛优演对手戏，哥，人家那段小编你找得到吗？要放一段看看。我登的是一征婚广告，人想见见你啊。再说了，你广告上也没说男人免谈。那不是废话吗？我还能找一男的？我又不是同性恋。哥，哎，皮肤真好，白。看那段的时候，这电影院里一片笑声。这种笑声在美国民主党看来，你这叫讪笑，言字边加个讪，讪笑，或者呢叫嘲笑，这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是政治正确这种东西和民族的习惯、民族的心理、社会的文化、历史传承都有关系。美国很多好东西咱要学，但是变性人做四星上将这种事儿，咱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学吗？感谢收看，再见。